这师妹的武当论剑有八成火候了，我看那个咏春小子也不错。全飞，动！ 最侠，蓝如剑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也太差了，两个人还打不过人家一个，哼，真没用啊！我们还没打完呢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过他们？蓝如剑。哎，是你啊！这前两天挺漂亮一小妞，今天换了这身衣服，不男不女，太丑了。你终于出现了。哎呦！ 雪飞，撤！别追！你没事吧？